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位置是在新竹市大同路这边。这个上次看到在香味，想说试试看会不会出。这边的防甩片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是偏有点偏斜，然后白三百爪套。来试试看会不会出。来，三爪套出货。来跳第一个了哈。这是像什么状况？这样没办法收口。硬盘会不会出货？现在强威的这个不松啊，差一点。来听听看这个不松出，哎，又出一个。二手，哎呀，差一点。来，各位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哦，现在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状况。来试试看，说上面的这个能不能够出货呢？啊，其实差一点。就看看说现在在摊位上这颗了，这个能不能够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。那我这次夹了两个。